是2013年1月14号，8:07，14:50，8:10。先放平手很硬手很硬手很硬，手很僵硬，放不下了。好，不放，我轻轻放下来。先把它揉软了。手本来是曲起来的，放在胸前。现在我把它压平，压平。然后这个上手臂呢是有痉挛的现象。我现在给它按摩按摩。还没有软哈，我想要问一下那个乒乓球手套，放轻松，要量血压了，没事的，量血压，好不好？量血压，量血压哦，不要动哦，量一个血压，你看现在眼睛很大很亮哦，很棒啊，刚刚帮你做运动，气色也很好，脸红红的，有点红红，有点红润啊，现在两个眼睛都真的很大，很棒。哎呦，这边189、188、78，怎么会这样？刚刚那边147，这边189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搞不懂。可能是刚刚那个手是僵硬的，我把它拉平了，所以可能有点痛吧，所以造成血压比较高。我就再跟他量一次。